我无钱就好啦，因发财较要紧啦，卖为家己想啦，我的身躯所有的好的拢要互别人啦，啊，那真正有功德要回向给因啦，规工咧帮助众生，好唔好？第四，通书性的教言，只是经常观察自身，那一切佛法拢是叫咱净化家己。念一下，诸恶莫作，众生奉迎，诸净基义，是诸佛教。所以各位爱经常听听观察自己的内心，唔通去检讨别人、批评别人啊！啊，所以这个法跟他行对待咱家己，看到佛像，念到佛号，听到佛经，哎，咱的心有跟他地藏菩萨不？咱的心有跟他心经啊的空性不？咱的心有跟普门品的慈悲、大悲咒的慈悲同款不？来观察啊，所以上帝是就是教咱看到自己心的人啊，所以各位爱常常问你。出比隔壁，跟你斗阵来，啊我，你看我有较进步无？啊，我的心有较调柔无？我的心较无烦恼无？啊，你一定问家己安尼哦。第五，通俗性的对立力是力力力，力力力，只是了知一切法皆无自性啊，所以一切法拢有法度改变，无固定。花这个名是花，是暂时的啊，爱情痛苦啊。但是生命啊，这拢是无自性的。什么叫做自性？永远单独不变存在。无，这个世间无这种物件。所以各位，爱情的变化未？甲恁查某爷讲，你若要嫁，准备好好安尼。啊，你若要赚钱，准备好好。开车出去也弄着未？嘿，你们人讲报纸写的拢别人，跟我无关的。你要准备好，对，就刚刚弄落去哦，消业阿弥陀佛啊，感谢司机，安尼好啊。啊，该结一个缘，啊，你来万分哇，大条啦，落地啊，对不对？多接触地迄个所在，唔走就去看魂看未行，因为你接触一个因缘的，所以讲一切法拢无自性，所以咱无法度改变，对方嘛无法度改变，啊，免接触什么，一切法那拢是幻化，暂时的存在，有伊的因缘呐。但是呢，所以你起码杀死真侪人，嘿，起码是一切法嘛无自性的，你只要忏悔。业障来来，啊，咱就消业就好，嘛是会疼。啊，但是迄嘛是一个暂时的自无自性的，唔是永远的疼。啊，你愈疼愈忏悔，所以各位了解安尼安尼，你就超度啊啦，心如莲花。第六，通殊性的行为，就是甲世俗人不共款，这个相违。世俗人是咧追求嘛名利啦，啊，咱是咧追求净化。世俗人是去自私啦，啊，咱是要放下啦，咱是要慈悲啦。所以谢小郎公生日快乐啦，啊，咱是什么？死日快乐。生就艰苦，谢小郎是娶某快乐，咱是安怎？离婚八戒条，不是要离啦，是讲要放下，出家同快乐。下摆咱若出家爱办结婚典礼，好唔好啊？啊，若结婚呢，哦，咱来因兜助念啦，可怜哦，佮生囝哇，这个还佮助念啦。那么死去要去极乐世界，你生来要创啥啦？好吧，所以啊，咱修行真正干啦。那么食吧，那么食啥？食菜呢？足奇怪啊！但是这就是无同款的行为啊。所以那么有头章，只打那么从啊剃光头，想到边呢？后边有世俗人看到清净嘛，对不对？看到真理嘛，所以出家吼足艰苦啊。意思讲，大家拢跟那边用通缉同款。堆杀啊！爸母啊，跟你骂到天光，后摆和你去的，硬要自杀。我嘛拄到太太要出家，硬要自杀的啊！硬要出家，太太要自杀的，啊，就跟世俗人拢无同款啊。但是其实这是一种的了解佛法所产生的改变，这是通殊性的行为。第七，通殊性的息地，息地就是进步的意思啦啊！圆满息地，啊，你就进入空性啊。这是烦恼得到减少。愈来愈少，好唔好？咱去问医生，我阿叔啊有较好无？顶回是两公分，今嘛剩一公分无？对不对？系癌细胞啊，今嘛剩0.5无？哎，问这个要紧啦。所以各位有进步无？阿爸拄着人来讲，烦恼有较少无？对不对？你记录世界有较紧无？意思讲你别较早死无？讲我是心还是？我你记录世界有较紧无？有啊，连咪特别去啊！啊，特别。通殊性的心通就是
欲望减少，哎，愈来愈袂想黑、想红、想某、想囝，啊，想想即搭好食的、爱水的，愈来愈少。啊，你啊，我袂，我袂，我足爱足爱。歹势哦，你看到我衫拢破破来滴啊，我足爱穿破衫去食面，真了够破。啊，还是足长嘞，这二十几年嘞，啊，唔敢淡掉。再来第九。通俗性的布施是没有贪执，哎，什么物件拢不是我的？各位，翁是你的吗？布是你的吗？我问同样的，囝是你的吗？不是就好了，别跟他插了，别跟我细细念了，啊，囝有囝的姻缘啦，这世间无心才是我的而已啦，控制我的心，控制好，别出的拢不是我的。这才是真正的布施，钱是众生的。啊，饭菜要众生吃，安尼一切拢是为了众生。第十，通殊性的概率，即是内心集中，还有了解空性，一切无常无我，那唔通起心动念，这才是概率，概在心中啦。涅槃集中的心，念一遍，心如莲花，一切无污染，充满慈悲。哇，咱就这叫做菩提心啦，啊，悲智双运。第十一，通俗性的忍辱，就是处于低位，别人要站头前，我要站后边；别人要做总统，要扫便所，啊！所以各位，咱爱有这种的，这卑下心，咱是来服务众生的。所以第一节，我爱甲各位忏悔，我这个人哦，小夸臭屁，因讲我过去帝王习气足重了，安尼啦，走路害来害去，敢那脚歹去安尼。啊，然后呢？啊，大家都学我臭屁啊！我有你看，阿叔我臭屁，咱嘛爱臭屁。阿边喏，后摆我先来扫卡、扫涂卡，希望恁等下我甲恁到用衣啊就好。啊，服务众生，啊，就爱练啊，你无练就无大啊。啊，无你高高在上，哎呦，穿黄袍呢，皇帝呢，啊，那个戴五方帽的，我根本跳起来呢。啊，然后人家就会觉得说，哇，要这样臭屁啊！这样不好，那所以要练习啦。所以我虽然做未到吼，是我拢会观想伫门口，好各位打过去安尼都好啊，好恁的脚袂拉伤，好唔好？安尼还常常安尼观想啊，啊各位拢打我的身躯打起来安尼啦，气头清气，安尼观想处于低位。第二哩，通俗性的精进，就是放下一切世俗事，什么世俗事啊？缘起的。人生下面的物件，甲解脱无同款嘞，不相应，迄叫做世俗心态，迄个放下，迄样放啊。该无用的是啥物？断烦恼、慈悲，人去无用迄柴米油盐酱醋茶，子孙感情有诶无诶，吓渐渐放下，跟他想不管再个。第十三，通俗性的禅定，就是心无执着，心安住伫个慈悲，安住伫个经典，安住伫个空性啊，心呢卖随境界里转。第十是通俗性的智慧，就是对任何的法，拢无五种、两种的五执啊，人我执、法我执啊。这种五执是讲，哎，我执着我的贪，我的快乐痛苦，我的身份，还叫做人我执。换五执呢，对外靠世界分别心，我爱美国，我爱台湾，哎，我爱念佛，我爱持咒，那呢，你有一个分别心啊，所以讲智慧就超度一种的。五执甲法执，这两种的五执，这是同要紧的啊！你讲念佛真好，啊，你讲念佛好，别项拢无好，安尼这种的法执对你嘛无好处，所以要去除两种的五执，就是烦恼障，卖烦恼；所知障，就是对外靠的认识，哎，了解迄种是平等的啊，免那个使用就好。第十五，通俗性的神智识，就发到基础求低价的缺点。各位，你若真正要修行啦，拄着我，你还问我师，你甲看我有啥物缺点？有改啊，无改啊？啊，滚啊，了空安尼啦，安尼对你比较有帮助。师啊，不爱甲看，不爱甲讲两句好话啊，后摆我嘛不爱来啊，拢要求这安尼都无效啊。所以各位，咱修行是，医生啊，该开刀紧开开的啦，啊，无疼，对不对？爱好疼啊，所以各位爱找出家己的缺点。啊，这才是真正神智性了。第十六，通俗性的教言，这是对症下药。老爸都爱吃，老爸都有啊。
啊，破病吃破病药啊，贪心的吃不正的药啊，爱生气的爱改断毒啊，爱改做温柔。所以各位爱呢，讲话，买讲对方有利益的，阿个听下落去的。第十七通书信的好朋友，就是静低静念。所以各位记得哦，心才是咱同会神地性。咱的心按照佛法的经典，那用。这种的静地静的引导咱的妄心，咱的妄念，啊，咱的心一过去叫跟着感觉走。我要爱，我不爱，这个引导，那个水，啊，就这个轮回啊。啊，咱的心脉按照八正道，靠近八道，按照智慧，按照菩提心，哎，这才是同好的朋友。第十八，通书性的激励，就是顽敌、魔害、疾病、定、苦难，啊，你们才会精进。你愈精进，这台魔愈多哦。啊，其他完清这主都没切你了、哦、冤敌魔害疾病才是最好的激励，所以各位不要求平安啊！你求平安，啊，你是在为自己，你要求宇宙拢平安，众生拢平安，那你在行魔啊，啊，无话多。第十九，通书信的方便就是顺其主人，这不是乱来，这主人讲的是缘起法，随缘的意思了。啊，所以这个翻译阿爸应该叫做通书性的方便是随缘主宰，对不对？啊，还能翻作顺其自然。所以那一主人拢是生生灭灭，诸行无常是生灭化，你要了解接受这个生灭，生灭灭灭，一灭为弄，按照叫做顺其主人，心若变是好好拜拜为了业，咱来顺其主人心脉变。第二十通书性的稳定，这是因。众心入佛门，下回参加法会要带两个来，好不好？第二遍要带四个来，你莫带怪怪的来。为了要带来，真好带一挂怪怪的来。啊，规气莫来，带落来合佛的啦。所以意思讲，唔免带入来，这个佛门在你的心内底，在你的心内底，唔是带来家啦，啊，了解吗？那无咧变信徒诶，啊，同我各位拢卖来，现在变好啊，无烦恼啊，是不是？我大家拢免来啊，拢去极乐世界啊，通死啊，啊，心拢死啊，心拢在净土啊，你心人的净土呢，你就好好去帮助别人，你就好啦，啊，所以咱来引众生来皈依三宝，亲信因果，持戒布施，有解脱心。发大悲心，成就菩提心，往生极乐世界。啊，咱来真拍拼，真拍拼。啊，所以各位，咱来做大事业，好不好啊？那么来叫做来慈悲置业，变个遐大了解嘛？不是事业，是置业。这置就是愿望的意思啦，自愿。希望众生拢听闻佛法，啊，拢发菩提心，拢上品往生，拢成佛。啊，咱来引导，所以咱这个所在。也是高雄慈悲基金会的分会所在啊，所以呢，刚刚大楼来的，咱在办真济工，好唔好啊？办工去做念，去关老囡仔，这边是做念部的，请乌的，这边是病院的，请白的啊。所以，然后呢，其实是个顾囡仔，即顾老人啊，即顾外老啊，即伫走亡阿婆的，好唔好？啊，即办社会关怀，啊，即另外各种部门。阿拜办个，我都办法会老店个租嘅，好唔好啊？大家都话办公拍电脑，然后用电脑用人，所以各位爱干呐，一个呼吸，当然还是呼吸。啊，咱这个慈悲协会是咧做代志，做代志爱有人，爱有心，爱有能力，爱安怎来？千手千眼，哎，什么拢有啦，什么拢会晓啊？啊，安尼才有法度离众生。不要一直光静态，好唔好啊？所以我这个怕发气，我也要怕发气。你莫叫我扯人，我也怕人，我哟。好啊，你别使啊，你爱改变啊，去讲做念，个要功夫啊，红听，佮带人合伙，佮带去哦，去放心啊，听听去做善事。第二十一，通书性的修养，就是心向善法。好啦啦。听文佛法、哦、大概就是要来做好代志，要来利益众生，乃至来引导别人心向善法。阿弥陀佛，要紧无？哦，来一心顶礼，阿底峡尊驾，诸比加持，阿弥陀佛。阿今嘛尊驾有咧头壳顶无？
有进入你的心无？你哪知道？